2018年8月24日、今日はですね、我们到这里这个是新庄或新庄，是比较那个靠山重的地方来吃午餐。告诉你这个秘密基地，不要在外面乱公开哦。这条路好奇怪啊，我听说那个这条路上有一个很好吃的烧烤店，海鲜烧烤。海鲜烧烤在哪里啊？哎，这里就有啦，海鲜烧烤店呢，已经开始营业了吗？啊，对啊，看到，差不多了，营业中了，超漂亮的，这个是我们现在这边的人气算第一名。じゃあいただきます。咬一下就从里面溢出了那个藕花的汁，很juicy，就那个藕花本身的那个味道也是从嘴巴里面出来了。再加上麻油的味道，这个是更香。我好像在台湾吃过的偶尔里面最好吃的就是这个。前面有苹果，对，苹果的味道。你的嘴太满。好，那我来。有。祝给你。好嘛，我来。日式的美奶。嗯，外表有一点点烧烤的味道，它里面是酸酸酸香，是湿又脆脆的。我明白了，对，茄瓜和明太子，还有 mayonnaise， 就是日式的 mayonnaise 的，就是酸味，这三个都是刚刚好的搭配，全部都是很完美的比喻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これね、日本で食べたことないの。全然最初から名誉すごい。あ、結構味しっかりしてんの、これ。あ、うまいわ、これ。皮もうまいもん、だって。皮も美味しい、これ。我真的回家后一定要好好的安慰我的猫咪。哇没有啊！啊，我吃好吃。刚刚你在拍的，我已经吃了。嗯，啊，いいねこの口感。このシ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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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の口感。あ、いいわこの柚子の香りがすげえさっぱり。これ好き。但是这个你也很喜欢，这个我可以，不容易吗？是的，薄薄脆脆的，哇，
你会相信吗？有很多肉汁，但是没有太肥。嗯，那这个不是油腻感的，很厉害。油。肉厚のナス、上にたっぷりの味噌、そして塩ごま。これ美味しいと思うよ。だって匂いがすごいもん本当に。あのね、すごいの美味しいの匂いが。プリップリ。野菜にこの言葉使うと思わなかった。プリップリがすごい。うん。うまい。あ、うまい。味噌がね、ちょうどいいもん。我刚刚就是想到，就是因为上面有很多味噌粉，然后闻起来也是就是香脆嘛，浓香的味道，所以我内心有点就是觉得啊，好像是这个是比较咸的调味，我听起来我吓到了，没有太咸呢。嗯，我觉得是新鲜感，又好吃。对，而且味道的刚刚好，然后那日本人也是很会喜欢的味道，我确定确定，日本人也很会喜欢的味道。いやちょっと一個おすすめのお店できたな。从边边这里刺下去，然后把它挑出来，挑出来。呀下。好，我来吃吃看。好吃，我又不好意思在后面先吃了。嗯。好吃哦，这个マジで。でこれでしょ。だから再加这个20分。而且其实烤东西会让那个食物再稍微缩一点点。我觉得它原本有超过20哎。哇，这个，这个，いただきます。すごい歯ごたえがすごいシャッキシャキ。待ってよ、まだ食べないでよ。对哦，太急了，你在量。阿奶，阿奶，我要提醒你一下，你不要忘记我们摄影中。哇，すげえ。哇，ちょっとでかいもん。哇。近一点，近一点，近一点。哇。哇。哇。あれよく焼けてるのに柔らかいのジューシーなのめっちゃうまいの肉厚なのちょっといただきます。おつく、エミちゃん、あのね今日ほど海の神様に感謝した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。うまい。这里的店有很多菜汤，不知道要选什么，没关系，随便点，就吃可以吃好吃的东西。这里吃完走出去身体不会臭臭的，油烟做的。错了，对，真的是老板的用心，到处都看到老板的用心，难怪所以这家店的空间里面是蛮舒服的。像这样子的地方，旅游的话，我们可以形容“大人の隠れ家”，大人の隠れ家。这边比较熟的客人，还是一些我们自己的好朋友。嗯，很多人跟他说中午来。
姆莱。嗯，汤姆莱又边吃边聊。嗯，对啊，蛮舒服的。没错没错。对啊，而且我们也不会有时间限制，晚上就是两个小时。啊，不管你，因为后面还有一些客人在。对哦，一定要了。对、啊、对, 对。如果慢慢坐下来，想要慢慢坐下来的话，中午要来这里哦。お店の営業、昼の12時からです。お昼の時間はとっても空いています。おすすめです。ここだけの話ね、ここだけの話ね。おつやおかおすみよ。よー